LPS 能有30多帧15万，还挺流畅的。边位还不是特别熟悉。你说海月准备为什么要投破克之心呢？金属能有30帧左右，还是挺流畅的。非常有意思。温度还行，大概就是36、37度的样子。15瓦功耗下，一遍可玩。40万，飞行模式。小黑魔这段，非常非常有意思。操作二本特别爽。将它还要再熟悉一下。你怎么了？我闯祸了。我看不出来。二弟，
啊，这是什么？进来。我也高兴。